我们再来看一个 Google 地图没有的，就是 3D 的竖井。哎，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那我们用这哈，哎，很好玩哎。这个呢，你进到这边之后，有一些就是像这个是纽约的，你看它的树不是假的，是真的有，有没有？我们刚看街景啊，或者是那个360度的，都是什么？都是您这样照下来的嘛。那它这个是把树的整个分布也一起做进来，但是这个目前不多啦。好，主要就是几个大城市。这样有听到的哈，大概是这几个城市的。好，你就找到了之后呢？行吧，大家看到了。这样了解的哈，这个算很不一样的，很不一样的哈。这个是 Google 地球才有的东西。